海心中学星期六办理65周年的校庆爱心圆游会，虽然天空下着雨，但不减师生以及家长的热情。每个摊位都精心设计规划，还有许多校友也都开心回到娘家。而校长陈海鹏表示，海心中学持续精进教育，不论是在升学或是多元发展，都有杰出的成绩。也欢迎更多的学子一起来加入海心大家庭，共创美好未来。海心中学校庆爱心圆游会是多年传统，不止全校师生家长共同准备，许多校友也会在圆游会这一天回来看看老师，看看校园，同时还发挥爱心帮助弱势机构。我们今年是65周年校庆的圆游会，那这个是海心的传统。那这一天孩子们发挥创意，然后学习怎么做事情，那也把穆德的这个金钱会给安德启智中心、善牧之家、深远老人之家，然后圣家明这个启智中心。那我们今年特别还把一部分的所得捐给柬埔寨的一个和平小学。校长陈海鹏表示，65年来，海心中学致力精进教育、多元发展，不论在升学或是各项艺能部分推动，都有杰出的表现。今年的升学状况非常的好，我们超过50%的同学录取国立大学。运动方面，我们的4个球队，卡巴迪、排球、田径跟篮球队，也在很多竞赛上面有很好的表现，特别是田径在这个台中的全国田径邀请赛里面，高女是第一名，高男是第二名。接下来我们的原住民舞蹈，已经7连霸在全国比赛，所以今年又要开始。那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，是我们中间中断了很多年的合唱团，我们今年要开始重新回到这个音乐比赛里面，有合唱团。所以希望学生在各方面都可以展现自己的才艺能力，让这个天赋都可以被得到发展。海心爱心圆游会不受下雨影响，全校师生用心规划安排，从各摊位招牌到贩售的美食，还有游戏及二手物的义卖，再显示海心人的活泼创意。校长陈海鹏也欢迎更多学子一起来加入海心大家庭。谢吕慧，新闻香报道。